你好，欢迎来到西方史纲五十讲。上一讲啊，我跟你分享了教会怎么样主导了中世纪，教会积极的通过传教把日耳曼人变成了他的学生，但是这只是文明的一个方面。一个文明要发展要壮大，得有两件东西。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讲啊，分别是 word 和 sword， 也就是道和剑。这两个词怎么解释呢 ？word 表意是词，人有了词语能说会道，就是掌握了道的万物之灵。如果把 word 看成一种文明的根本能力，中文里边恐怕只有道这个字可以表达了吧。 Sword 意思是剑，刀剑的剑，再抽象一步就是武力。所以你看 Word 和 Sword 就是道与剑，你可以把它抽象的理解成文化和武力。其实啊，每种文明都可以看作道与剑的结合。西方文明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发展出一个道与剑分别由不同的体系化组织来承担的系统。道由教会掌管，剑由国王掌管，相互独立，相互合作，当然也相互打架。上一讲啊，我跟你分享了教会怎么样承担起了道，也就是文化这一头。这一讲呢，我重点跟你分享另外一头，也就是武力的逻辑。我从这500年里可能唯一叫得响的大人物查理曼说起。他建立的加洛林帝国可以看作欧洲文明的开端。同时在他当政期间，中世纪那种政权和教权相互缠绕的二元结构啊，也基本确立下来了。这一讲，我主要跟你讲讲查理曼的三件大事儿，他的武功、文治和帝国的走向。弄懂了这三件事儿，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洛林帝国是西方文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先来看看查理曼这个人的武功，也就是战斗力。他是西方中世纪政治和军事史上的头号大人物，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人最经常接触的中世纪人物，因为他就是扑克牌里边的红桃 K。黑桃 K 呢是大卫，梅花 K 是亚历山大，方块 K 是凯撒。显然啊，西方人都认为他们是战神级别的国王，如果只算打下地盘的多少呢？亚历山大最厉害，凯撒呢不如查理曼，大卫的地盘呢就更少了，也就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周围活动。查理曼的势力范围呢，在他当政期间基本上征服了整个欧洲，众多的日耳曼部落不是被他消灭，就是对他表示臣服。于是啊，查理曼手上建成了加洛林帝国，法兰克王国达到了顶峰状态。说到法兰克王国，它是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不久，法兰克人在领袖克洛维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法兰克人啊，也是日耳曼人的一支，由克洛维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叫做莫洛温王朝。莫洛温王朝在克洛维的领导下呢，几乎实现了对大半个欧洲的控制。但是克洛维一死，莫洛温王朝就四分五裂了，没什么控制力了。到了王朝的晚期啊，实权都落到了公相的手里。今天我们要说的查理曼大帝啊，他的爷爷查理马特就是当时莫洛温王朝的公相，正是他呀，抵挡住了穆斯林的进攻。在这之后呢，查理马特自立为王，推翻了前朝，也就是莫洛温王朝，建立了加洛林王朝。爷爷厉害，爸爸厉害，第三代查理曼更厉害。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啊，一个帝国终于建成了，也就是加洛林帝国。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啊，通常都把加洛林帝国的建成看成欧洲的诞生。现在欧洲文明基本上是由加洛林帝国没有断线的发展而来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一脉相承。另外，现代欧洲文明的版图啊，是以加洛林帝国为原型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国家是他的基干。查理曼这个人武功厉害，接下来我再跟你说说查理曼大帝的文治。光有武功啊，不足以名垂青史，更不足以担起欧洲之父的大名。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走向啊，之所以直接向前连到加洛林帝国，和查理曼大帝的文治是分不开的。他的文治有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查理曼与教皇结盟，巩固了剑与道的关系。查理曼的爷爷和爸爸呀，和教廷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查理曼也延续了这种做法，他还多次出兵保护了被欺负的教皇，甚至为了教皇啊不惜离婚，因为当时教皇被伦巴第人欺负了，查理曼要征讨伦巴第人，而他的妻子就是伦巴第人。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理解成查理曼为了巩固和教皇的同盟啊，不惜放弃了和伦巴第人的同盟。但更厉害的是，查理曼征服的地方都强迫那些人皈依基督教，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征服的难度。要知道，如果是为了信仰而战的话，谁都会拼死抵抗。比如说，征服萨克逊人，就让查理曼大费周折，最终让萨克逊人也接受了基督教。查理曼的第二大举措是大力推行封建制。封建制啊，不是由查理曼发明的，但是他完成了封建制对欧洲的全覆盖。欧洲的封建制啊，和中国秦王朝以前的封建制很像。秦以后的中国呢，不能叫封建制。所谓封建制啊，就是封邦建国，听起来皇帝很雍容大度，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入主西方的日耳曼人就像当年入主中原的周朝一样，人少地广，管理水平极低，地盘越来越大呢，怎么管？很简单，让亲信去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封建制的底层逻辑是军事互助，然后才是政治上的司法管辖和经济上的收租收税。领主和附庸之间啊，签订了封建契约，领主是大哥，附庸是小弟。契约的内容呢，就是谁欺负了小弟，大哥就带一帮人马替他出头。对等的，大哥要是招呼小弟一起去揍谁，小弟就得派兵派马。在军事这个底层上，再加上领主和附庸之间的司法上诉关系，经济上的地主小地主的关系，封建制就建立起来了。封建制啊，成了实现帝国基本管理的架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想想我们的春秋战国就知道了，以封建制为基本架构的帝国啊，实际上是很软弱的，一旦诸侯崛起，帝国肯定就完蛋了。在这个过程中啊，查理曼显示出了高超的管理才能，就是我在上一讲跟你提到的，他大量的启用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作为诸侯、法官、谋士、秘书，有力的提升了帝国的治理能力。当然，这种举措就把教会深深的卷入了世俗政治当中。查理曼的第三大举措是大力复兴文化。在西方的历史上，一共有过三次文艺复兴，第一次就是查理曼主导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第二次是12世纪文艺复兴，第三次才是你熟悉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是查理曼主动推动的，因为他本人啊，在成长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有文化才能当好统治者。他积极地学习数学、逻辑学、修辞学、天文学，在很晚才学会说拉丁语，甚至到了成年才勉强识字。依靠主教和院长们治理帝国呀，让他对文化人平添了几分好感，所以他采取了好几个方面的重要措施。第一，保护和奖励文化人；第二，复兴和改革教育，把这个重任啊委托给教会；第三，敦请教会把基督教礼仪标准化；第四，敦请教皇制定议事规则，整理教会法；第五，保护和抢救文献。就保护和抢救文献这个事儿来说啊，真是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只能让大量的修道士们去誊抄更多的副本，誊抄的字体呢就形成了固定的加洛林体。后来有了印刷术之后啊，这种字体就被叫做罗马字体。说完了查理曼的武功和文治啊，最后我跟你谈一谈查理曼帝国的走向。如此欣欣向荣的帝国，是不是会把西方带入一个快速的上升期呢？很遗憾，没有。从短线来看啊，查理曼驾崩之后不久，他的三个孙子经过内战，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把帝国一分为三，大致就是后来的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查理曼帝国的分裂啊，使得西方政治的前景又暗淡下来，仍然要花很多时间进行艰苦的政治整合，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事情啊，一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才完成。从长线来看呢，查理曼帝国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文明啊一个独特的逻辑定型了，也就是政教二元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教权和政权相互缠绕，推动西方文明的发展，这种逻辑正式定型。前面我提到，查理曼为了巩固和教皇的关系啊，花费了不少力气，教皇当然要投桃报李，于是呢给了查理曼一个大大的惊喜。在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给查理曼加冕，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不是好事吗？实至名归啊。但据查理曼的贴身秘书爱因哈德以及后来的日耳曼历史学家们讲，这完全就是教皇策划好的一场阴谋。如果查理曼事先知道是这么个安排，他绝对不会走进那座教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查理曼已经是西方的最高统治者了，所有人在武力上都臣服他，在名义上也承认他。这个罗马皇帝的头衔啊，实际上是给教皇带来了好处。他为皇帝加冕，意味着他比皇帝离上帝更近，教皇是皇帝得到上帝授权的中介。这一下子啊，原本是被查理曼解救出来的教皇，反而爬到查理曼的头上去了，教皇的政治地位大大提升，甚至明确地升到了皇帝之上。再看看查理曼这头，除了教皇骑到自己头上啊，更现实的问题是他和东边的拜占庭的关系。我们前面讲过，拜占庭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西方不是，因为啊，西罗马帝国被灭了。查理曼很小心地处理这个问题，拜占庭呢也默认了他对西方的统治权，东方保持着名义上的尊荣，西方享有实权上的控制，双方心照不宣。好嘛，现在你教皇跳出来给查理曼搞加冕，把拜占庭皇帝的至尊之位搁哪儿呢？这不是公开宣布查理曼和拜占庭决裂吗？对于查理曼来说，他的加洛林帝国实力比不上拜占庭，为了教皇给了一个虚名，做出了一个天大的敌人，完全没有必要嘛。另外，教会这边，教皇给查理曼加冕，这么一弄啊，西方教廷和拜占庭之间也心生嫌隙了。最终啊，在公元1054年，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
也就是西方和东方的最高宗教领袖，公开决裂，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大公教和东正教啊，从此各走各路，西方和拜占庭啊，也就完全分离了。好，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查理曼帝国的武功和文治啊，让西方在中世纪第一次跃上了文明的及格线，现代西方的母体啊，基本定型了。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教权和王权的二元并立，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的格局稳定下来了。这场 word 对 sword 的好戏啊，从查理曼加冕这个节点开始进入高潮。下一讲我就和你分享一下教皇如何首先发动了对皇帝的进攻，谁输谁赢一定出乎你的意料，期待你的到来，咱们下一讲